Hello，iPhone 15 Pro 跟15 Pro Max 6.1。哎呀，啊，晚安。诶。哎，你们网路顺吗？不顺吗？我不知道，应该可以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速度颇慢，就连开我们转那个网页都转很久，所以好了吗？好的吗？我开看别的麦克风。哭啊！歪歪。Hello, hi, ho, 哈哈。TSMC 股价有没有涨啊？看一下。哎，hello, hi, 哈哈，ho, 哇哇哇。啊哎哦哎哎啊，OK。好的吗？我们开始喽。好，可以，没问题。来，一二三，喂。嗨，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赛车赛车，我是 Inside 的编辑 Mia。我是 Inside Chris，我是 Fox。好。Hello，我们今天要来讲几个题目，我们先从哪个开始？先从昨天晚上，应该说今要天从凌，最大开始吗？要，可以还是要先啊，从搞不好我小一们点就的？讲1个小时啊。哦，好，所以 Edges 要讲吗？讲啊，哦，OK，好，那就从 Edges 开始讲好了。我们从最不熟悉的开始讲。好啊，好啊，好啊，好所以啊，是谁？好，我来讲一下新闻好了，就好。是说 Apple 呢，他们传说寄出了一个 AI 语言模型，其实他还没公布啦，但是大家就想说，各家科技大厂都在争这个大型语语言言模模型，型的那个地位嘛，至少要占一下，然后所以大家就把它视为 OpenAI 或者是 Google 的竞争对手，叫做 Ajax。然后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谣言，根据报道，根据报纸，根据内部消息之因为类都的。是什么 insider 讲的，那苹果他们从这个各地，比如说包含从 Meta 或者从 Google 各个公司也是捞了一些人过 去嘛。所以就是说，他们也在开发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只是从所有的公开的场合里面，并没有任何的提及，昨天的发表会其也实没也有，完也全没没有有，提及也任没何有，的也东没西，有。都是在讲 iPhone，对。所以这是一个苹果也在开发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的一个传言，传叫言。Ajax，好，就这样。不过背景倒是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外媒其实有发现说，这个从今年上半年开始，苹果在开有关机器学习，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的缺，就突然开了蛮多的。对，他们应该也是想要逃，把洗刷自己这个 Siri 很雷的这一个污名啊。对，对，所但以其实之前这样算上一代人工智慧助理嘛，其实都蛮智障的，就是你也啊不好，Google 说 Assistant Siri 特对，别雷，因为其实 Google 也不也怎蛮么样。雷对，，Google 也不怎么样，然然后后 Amazon 其实也还好。对，Amazon 是很多人用啦，但是你要跟现在大型语言模型一比的话，哇，差很多！他们对因为自然语言的理解程度真的是差了天差地远。我家还有一个叫Sonos，哦就是那，Sonos 个是，音响的嘛。然后它原本是有支援 Alexa 那哼，个Amazon 的，啊吗？结果最近反正最近几次更新里面忽然叫我更新 Sonos 有自己的，也有自己的语音助理，一样很智障。哎，然后有一天呢，我跟我太太在讲话，然后我跟她说晚安，她要去睡觉了。然后呢，
那个 Sonos 就 Hello， 就半夜你知道吗？然后就激烈的感觉，就是、对对对，说怎么会有一个外国男子忽然间在家里跟你讲 Hello， 我看哦 Sonos 好 OK、哦、好，就是你是偶尔会发生这种蛮这种玄幻的事情。我们说，如果半夜感觉自己一个人孤单的话，可以把鬼片打开，就觉得房间里面不只有自己一个人。等一下，瞬间暖了起来。好，那所以讲 Apple。对对对。好，那这就是今天早上全球最大的科技新闻，就是 iPhone 15正式发表啦。那有几个亮点啦，那虽然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改动还是没有很大，我觉得从大概12、13开始，每一代都是那种小改款、哦、那这一次15最大的部分，不管是15或者是 Pro 系列的话，那最大的就是用上 USB-C、嗯、所以我们原本的 Lightning 充电规格就要哭哭说拜拜了。这是因为欧盟的要求，说要你们不能自己开的一个规格，然后就是要他们又做一个全球统一的规格，就是跟大家都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多人期待这个的，就是除了颜色以外，很多人也期待他们接口换成 USB-C。真的？对对对对。为什么？USB-C 基本上就是方便啊、哦、因为你所有的线现在都是 USB-C、嗯、啊，你就为了你现在朋友里面有一个用 iPhone， 你就要去拿 Lightning 线。而且说真的、啊、因为我已经全部买了一堆了，所以就是你已经受害者了、哦、对啊，就已经存在那个系统里面。对，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差。如果你拿一般的行动电源，或者是你刚好手边有个比如说充相机的线好了，那你不能马上拿来用，就是说啊我忘记带充 iPhone 的线了、嗯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白痴。而且这从苹果产品线来看，从今天之前其实说大只有 iPhone 跟 AirPod 都还是维持用 Lightning， 像 iPad 都 iPad、嗯、或者说甚至是 Mac 都已经直接用 USB-C 了、哦、所以这是个好决定啦。就是苹果 这次在发表会也有强调说、欸、接下来你的所有苹果产品都可以用 USB-C 互联或者说互相充电，就比如说iPhone 可以直接帮你的 AirPods 充电，那互相充来充去之类的都可以。对，所以用起来实在是更方便。欸、我要岔题，你要岔题，我要岔题，那你要自己拉回来哦。我们反正会拉回 Apple 充电器。我忽然间想到那个特斯拉充电，台湾，你知道那个什么？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是福斯汽车，他们好像是台湾的福斯还是就是欧迪之类的，他们就是要把 CCS One 就是一个充电的规格给淘汰掉了，哦、全面取消、哦。那可是问题是呢，台湾在之前呢，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台湾之前的充电的规格那时候在研议说要统一，嗯，那个时候台湾市占率最高当然是特斯拉，而且是 TPC 一种统一的规格，对对对对。结果呢，强迫台湾所有的人都要用 CCS One 还是 CCS Two 之类的，所以。后来特斯拉进到台湾的车辆都不是 TPC 了，变成是 CCS2 一个很大的充电接口。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规定了人家95%的车款从 TPC 改成了这个 CCS2，充电桩也一堆 CCS2，结果其他车厂全部都放弃了，都不用 CCS 系列了，都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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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说这个是在北美的部分，现在改成 TPC 了。TC, 对，所以對對對對，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台湾反而又做了一个反潮流的事情，又选错边。那、欸、我们上次也有讲过这个话，有讲过这个，因为我最近看过台湾，因为连台湾的福斯或者说奥迪，他们也放弃这件事情了，就是接下来的新车的规格了。那奥迪那这可以特别讲一下，奥迪的最那个这几天上市的 Q8， 它是奥迪最后一台用 CCS One 的充电规格，但是这个官方有明讲，接下来奥迪要进来的电动车都是 CCS Two， 因为其实那时候标检局在几年前，其实他想要力压欧洲规格，因为欧洲的 CCS2 主要是欧洲在用，力压是押宝在，对，押宝在 CCS2。那可是这个决定也很奇怪，嗯，因为电动车其实是以美国为主，对，以美国也不能这么武不能这么武断，因为搞不好要变成以中国为主啦。GB, 你有想过吗？中国是 GB 嘛？哦、但其实台湾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它一直在变，然后让人家觉得非常难吃，因为台湾原本一直在电动化，那些电动车真的比较普及之前，都是一直压 CCS One，所以你看那个从到今年为止进来的车，原本车商都是跟着政府走嘛，所以都是 CCS One。
结果呢，突然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变成又变成 CCS2？ 是，但没关系的，反正现在就是全世界欧美为主，理论上要变成 TPC 了，美国为主会变成 TPC, 美国为主，北美的话是 TPC。OK， 好，我们拉回来。讲到充电之后，我就看到那个新闻说，哇，台湾真的是有点雷耶。好好，不过大家可以也稍微讲一下，福特我觉得相对聪明，因为福特第一台电动，我们那天去看的野马它就是 CCS2 了。对，合理啦，只是说。我觉得因为我是 TPC 车主TPC 车主就觉得啊，你好好的就是搞事儿啊，你在搞我啊，对，搞事儿，但没关系啦，反正我们都有这个转接头，所以还好。嗯，好，就这样。好啊，苹果，对不起，回来拉到苹果。那苹果这一次最大的更动，除了那个 Type C 全面改成 Type C 之外，那 Type USB C， 因为 Lightning 也是 Type C 的一种。哦，好，好，谢谢。哦，谢谢 Mia。指正。对对。那第二个大家比较关心的点，就是在 Pro 系列上有用到最新的晶片 A 十七。那这次 A 十七对 Pro 要特别强调，它有 Pro 三个字，因为在去年的实验，去年在一样的状况下，那苹果在14的时候，它给高阶机种是 A16 Bionic， 它没有 Pro， 但这一次很微妙，是在17上面直接用了 Pro 这个字，算是有超乎比如说像一些市场分析师的预测。对。那这个 Pro 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 iPhone 就宣示从15 Pro 开始，iPhone 可以真的拿来打 3A 画质的游戏大作了。所以昨天有听对不起，我昨天其实都没有看。没有没关系，我都在博德之门。我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没有，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你要问什么？哦，为什么可以玩吗？不是，昨天说米哈游跟其他的中国游戏都在上面被 demo 出来啊。那个米哈游 ，Honkai， 对 Honkai。哦，崩坏，对，崩坏，那个 Star Rails。对，中间有一段，因为突然讲了中文，因为其他的就算游戏厂，就算日本讲，那也都是讲英文，然后包括中国人也自己讲英文，有中间有一段突然讲中文，就有一点解嗨出戏。有点解，为什么解开？你不能这样子。没有没有，但是我记得之前日本人也有只讲日文的状态啊。我印象中有，也有，我记得有。对，我觉得那是影片剪辑的关系，因为那一个算是比较紧凑，是一个开发者一个开发者突然跑出中文，突然一个中文，你就觉得啊，不适应，不是在讲中文是什么怎样，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信用分数又下降了，并没有。OK， 并没有。好好。然后还有那个恶影古堡，对，但这一次就有宣布几个大作即将会在 iPhone 上面，那 iPhone 上面发表，包括恶影古堡的两个作品，一个是恶影古堡4重制版，那一个是恶影古堡 的村庄 Village， 然后还有专为 iPhone 设计的去那个全境，有点忘记它中文。那个没有，那个 Ubisoft 的那个全面封锁，全境封锁，然后还有刺客教条幻影，这对，那当然米哈游的崩坏也都会在上面，不然本来就有在上面，所以他这一次特别强调他是电竞手机啊，他没有讲电竞，可是他有讲说，但是他游戏上，因为他一直在宣称说，因为我们用了3奈米，所以我们是有史以来 Pro, 对 A 七 Pro A 那 A 那 A 十七 Pro 是有史以来最强的手机晶片。那因为它中间它有6个，它有6核 CPU， 6核 GPU， 然后还有16个神经网络。这其实原本呢，这几年来的苹果手机都有这些东西。那当然从账面上来看，跟前一代比起来，它可能只有快个 10%、20%。那大家就会比较好奇，就是说那为什么只快了 10%、20%？ 以前不能玩 3A 游戏大作，现在就能玩。那主要是因为在苹果在韧体还有软体一些有做一些更新。对。它就针对游戏做优化，对，它有做一些优化的，它有光追，它有光追，什么是光追？就是光线追踪，哦，对，就是你可以光源，然后大家动来动去，动来动去。那因为它在 iPhone 现在15 Pro 上面也用了一些我们现在在不管在电脑或者说在 console 上面的一些比较先进的运算技术，就比如说画面的间隔啦，模糊化，那个模糊化。或者是说他甚至在算 3D 图形的时候，他也有把他的我刚才讲到的重点那个16核的神经网络也一起拿上去算，之前没有，之前在跑 3D 游戏的时候可能只有 GPU 自己在
自己在跑，但是现在在跑游戏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子苹果自己独特的架构，所以让手机也能玩3A 游戏了。哦，对 ，OK， cool。哇，那恭喜发财！我对于光追这个议题真的是觉得有趣，因为以前打电动，不是以前打这一种 FPS， 或者常常会强调这样子的光影特效，但我个人是蛮麻木的、可是现在的游戏不是都会强调？因为你必须强调效能啊，或干嘛、所以你必须强调说哦，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觉得很厉害、很真实、厉害很厉害。对对对，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古早时代在打 CS1.6 的时候，它明明没什么光追效果，但也蛮好玩的。对，但是它就是为了强调华丽的场景，然后这个我们效能很厉害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摄影机呢？嗯。苹果的摄影机 iPhone， 苹果的摄影机，你说镜头的部分吗？它不是说什么潜望镜头之类的吗？哦，有，因为这一次在镜头上也有做了一些功能跟动，像比如说像15的部分，它就有支援的两倍变焦模式。但这个你不是要喷一下？要考一下，我没有喷，我昨天有查资料的，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怎么说？这故事很长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对啊，他去年就有了，但是去年是在 Pro 的那个系列，就是等于14 Pro 跟14 Pro Max 有支援两倍变焦嘛、然后它的重点是它的这个4800万画素的主镜头，那等于说这次有点像。反正它的不是 Pro 模式 ，Pro 不是 Pro 手机，就会拿上一代 Pro 手机有的东西下放，然后你就会享受到上一代 Pro 的东西。所以像这次 iPhone 15如果没有标 Pro 的那两台，他们的比如说核心也是用 A16， 就上一代的 Pro 有用过，然后它的镜头也是多了个4800万画素主镜头，那等于说它用。4800万画素的这个主镜头，它可以 crop 出一个两倍变焦的，就等于说 zoom in。但是我就想说，那你这是 crop 出来的，就是你裁切出来，你怎么可以说你是光学变焦？但是我再去查一下，因为其实我跟 iPhone 没有很熟，你是安卓仔？对，我是用安卓立身一下，所以我就想说，那你这看起来说明就是 crop 出来的，你为什么可以说你是两倍光学变焦？然后其实它后面的感光元件就是它等于说我们用了最新的科技技术，你可以去看它发表会，它有仔细讲解。那总之就是这个是 quad pixel， 等于说4颗，简单理解，非常粗浅的讲话是4颗变1颗，等于说它接的光就变大很多。那再加上它那4颗变1颗，不是单纯的4颗感光元件变1颗，它是有很复杂的反射跟光学原理。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因为我也是有看没有懂。对啊，就是那边光学4颗这样互相反射，然后最后就会变成接收很大量光。那他的意思就是潜望镜就是这个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的画素镜头是 crop 出来的，但是因为我下面感光变大了，所以就算画素变成，比如说我变成两倍变焦的时候，我画素会变成多少？除以四，因为是对对对，除以四，因为它是跨轴 ，OK OK， 所以它就变成1200万画素的照片，但是因为它感光元件变大，所以其实它还是很清晰。哦，意思就是这样，就等于说它前面那一层虽然画素变低，可是你到感光元件数位那一层的时候，它又变4倍，所以它就变成清晰感是类似的这样子。那至于这个效果转换起来是不是跟我直接有4800万画素的那么大张的照片，感受一样，那就我觉得只能说个人感受，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就自己去感受一下。反正还是算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子。某种程度上，某种程度上是它的元件搭配起来，你可能可以达到这样子。虽然你看画素这个数字比较低，可是你看起来可，比如说你拍那个字，虽然画素比较低，可能还是觉得那个字蛮清楚的。Anyway， 就是你原本要考试他说，这个哪能算上？但是你最后被说服了，苹果的这个神奇的说服
话术给话术了，没有，因为其实大家最后还是都有用，就是用 Quad Pixel、对，但是总之就是因为我穷嘛，所以我也没有买到 Quad Pixel 的任何手机，所以我现在才理解到这件事情，对不起苹果，我错了。哇哇，米娅公开认错，哇塞！但他就是这样嘛，那你自己去看他效果，你可不可以接受？但是可能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因为它画素毕竟比较低，也许你自己再去 crop， 就你再裁的时候会效果会很不好。对，那大家就自己考虑一下。我们刚刚是要讲什么？怎么讲？镜头，讲没有讲到镜头，镜头啊，这镜头这一定要讨论的、啊。没错，那就是主要升级就是 USB-C， 然后镜头，然后核心，然后还有什么？镜头的部分是颜色，颜色对，颜色很重要，各位外观颜色很重要。等下镜头 Pro 其实因为这一次 Pro 它还强调更多比一般的15更多不一样，因为 Pro 的话的光学变焦可以到三倍，而且它有在讲说它。支援一件事情我觉得蛮酷的，就是它是第一款那智慧型手机可以支援学院，就是美国电影学院的色彩编码系统，也就是说这是它的那它拍出来的画面颜色，对 S 它的那个颜色标准可以直接 fit 主流电影哦，就是呼吁越来越呼吁大家直接用 Pro 去拍电影了。它 Pro 系列的定位就越来越希望大家可以去拍影片。嗯，对，嗯嗯。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甚至在 Pro， 那特别是在 Max 上面，它还可以去拍未来给今年年初发表的 Vision Pro 的空间 3D 影片。嗯，就是我们在看 Vision Pro 的话，它那个影片会是有那种 3D 那种层次感。那苹果这次强调，那个15 Pro 拍出来的影片呢？未来都可以给 Vision Pro 看哦，对对，确实他应该是想要做苹果自己的 MR 生态系，那你就要有一个 device 就是你现在说可以拍电影的东西，对，那你想必一定是要可以拍个空间影片吧，对，所以你直接拍下去就是立体的，没错。那在颜色上我觉得15就相对普通啦，哦，不一定，低调奢华，低调奢华，对，那不能说普通，就是可以想象，可以想象。他 line 我试图这个，因为我实在是一个我完全都不追求这些细节的，所以从最低阶到最高阶是什么？价格吗？对，也是应该算尺寸啊，就是15有普通版的，那这个可以细分成两个，一个是 6.1 寸的普通，对，然后一个是有冠 Plus 名字的叫 6.7 寸。比较大OK， 所以最普通就是15，然后 Plus， 对，然后再 Pro， 再 Pro Max， 所以有四个，对不对？有四个，哇！但基本上可以切一半，就是如果没有 Grand Pro 的都是基础版，只是差在尺寸；然后有 Grand Pro 的就是升级版，也是主要差在尺寸。哦，懂了，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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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在 Pro 这一次是苹果第一次在外壳上第一次用了钛金属打造的外壳了。钛金属会干嘛？就是掉到地上不会碎。钛金属，钛金属我们就知道就是常用在航太科技的一种金属嘛。对啊，那比那然后它的散，因为什么会用在航太科技，就是因为它的散热，或者说那它的散热效果会更好，然后也更轻，更轻，然后更坚固。我没有，这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意思就是说可以不用买壳了吗？你可以试试看啊，可以，我觉得以你的财力可以试试。你们不要再胡乱了，不是，因为刮到就再买一只就好了。不是，这讲的这么厉害，就台湾人还是买了壳。对啊，对啊，没有，像我是不包壳派啦，因为对电池比较，因为对电池比较友善，它散热的关系。不是一样，两年后就想再换一只？不会，我觉得还好。电池，我觉得还好。所以刚刚是讲说可以散热比较厉害，对，比较耐刮，比较耐刮，因为它是航太，因为它是航太，那广泛用在航太科技的，航太科技的一种材质嘛，就是太空梭也有用，或者说一些交通工具也有在用。那这次标榜它是钛金属，那很多网友，那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网友就是猜说，因为 A17 的刚才讲介绍 A17 Pro 的晶片非常需要散热，如果你拿来打电动的话，一般外壳会太热，所以需要这么厉害的外壳来帮助它散热。
这是大家现在在看到钛金钛对猜测说，哎，为什么要用钛金属在猜的一个部分。不过它内侧还内侧还是铝合金，还是铝，它是用那个外面钛和那钛合金，然后里面用铝，然后用非常高压的方式压制而成。那这个价格更贵了，贵很多，贵很多啊，贵很多啊。就看到会觉得是有钱人啊。比如说它是每一个我们刚刚讲基础的跟 Pro Max。我来报一下，只有 Pro Max 有吗？还是基础的也有？没有，基础的没有。基础没有，只有 Pro 以上才有。对，只有 Pro 以上。好，我讲一下最近的价格的部分。那 iPhone 15那最便宜的 128GB， 台币现在定价是2990，那就是299，对，三万块。嗯，那最贵的 iPhone Pro 15 Pro Max 1TB 的版本，嗯，它的那个 TB 要58900，接近六万。就我看到有人评价说，他们会不会 Apple 觉得14的时候 iPhone 14跟14 Plus 卖的不好？是因为 Pro 卖的不够贵，区格不够大，区格尊荣不够大，所以这次就改进了。可是这一次大家有，那刚刚讲 Pro Max 是快六万块嘛，最贵的。那再加上钛金属的，没有钛金属，它本身就是钛金属，所以六万就钛金属，它标配就是封顶 Pro 标配就是钛金属。OK， 所以我现在可以理解就是封顶 Pro。就是六万块，对，哇，最顶的就是六万块，六万块比两台 MacBook 还贵，对。每次这样一比较，每次这样一比较，哇，真的有够贵。你 MacBook 可以拍出空间影像跟打电动打，可以，现在可以了，Mac 可以，拍照真的是蛮厉害的，对。对，我觉得 iPhone 现在最强的。我不知道拍照算不算可以称最强，可是影片铁定是可以称最强的，毕竟现在也是拍影片时代，所以他现在都主要针对在影片这件事情上。那他的光学变焦最大是5倍嘛，对，所以听起来觉得还好，4800还好，照相啦，听起来。但是成效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苹果最拿手的体验。如果我们之后有拿到测试机，我们会帮大家好好测试。对对对，哇，好，还有其他的吗？颜色因为价格都讲了， iPhone, 对啊， iPhone 15的跟15 Plus 就是比较低阶的版本，颜色非常的多，还有黑色、蓝色、绿色、黄色、粉红色，都是走一种粉色系的。除了黑色以外，都是粉色系，对，都是走一种粉色系的设计，听起来看起来很适合糖果色系。对，糖果色系蛮适合，我觉得蛮适合女性那使用者拿的。一样嘛，包壳了，各位还是没差，就是那titanium 的就钛金属合金就不需要包壳了。也是要看人啦，也是要看人，因为那苹果也有稍稍的宣称说，在 Pro 上的玻璃更加稳固。那贾伯斯本身就是不喜欢包壳派嘛，他就是他的面板也是用，但是以前包壳包壳之后，你就会发觉那个镜头突突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因为镜头太凸了，所以要包壳再把它变更厚一点。哇，这个逻辑很棒。你不觉得吗？就是它凸很凸嘛，所以你包壳之后它就变成平的了。那这个是或是你可以就是预设自己的外壳上面就把它加厚，就不用再加壳了。有没有 iPhone 有想过吗？啊，好，这个是颜色，然后 Pro 也有四种颜色，它都是钛金属，但是用钛金属打造成四种具有金属质感的颜色，一个是接近黑色的灰色，然后一个是白色，然后一个是蓝色，然后一个是银色。所有都，但是这四种全部都具有很非常强烈的钛金属质感。对。讲到这个壳的部分，我发觉现在年轻人很流行是一种某种透明壳，或者然后上面要弄个吊带这样子。我发现各位都不是年轻人。因为我试过吊带，但我后来发现我要带的东西好像不止手机，我就觉得你带一个随身小包好像比较实用。而且吊带有个，我真的尝试过，吊带有个缺点就是说它很晃啊，尤其你手机越高阶的就越重，它就越晃。嗯。
那其实你手机就是哐一哐啷哐的一个乱撞，所以根本没有保护到。因为一来是我一直被我一来是我去那个新一区的星光三月那边，我每次经过那个手机壳某个厂商的一楼，哦，每次都在排队，然后大排长龙。我想说，我以前都没有认真知道。你说犀牛盾哦？不是不是，什么 Case Fire 或者什么？哦 ，Case Fire， 类似这种的。然后我就看哦，大排长龙，我就没有认，我就直觉觉得是某种什么甜点店啊，或什么事，我从来没想过是手机壳店。然后就很多人。然后我最近就去那个中山中山站那就是星光南西那一带。装上去，那就也是手机壳店，然后就哇，也是大排长龙，然后想说里面就很满，然后我就看一下，哦，都是这种，就是有个吊带，然后是加手机壳，然后里面是手机，然后再然后什么，哎，这个镜头上面还可以再包壳啊。哦，对啊，镜头框哦，就跟你讲哦，你预设这个就是镜头框，不用再加了。我个人真的是，我觉得我老了，我完全不追求这个。然后我就看，哇，现在原来可以就是搞成就是这么的复杂，这样一套加起来可能是一两千块。对，差不多。对对对对哦，哇哦，就是哦，不止，还不止哎，你可能要破，有的甚至要破两千啊，有可能。Case Fire 的话差不多啦，对 ，Case Fire 应该差不多一两千块。OK， 没有，我是裸机派，所以就省了。我讲到这个，就是你看，如果昨天看大家在发表会，昨天同时间在就是苹果发表会的时候，有非常多人在直播，因赛没有直播嘛，对，我们没有直播。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打不过电塔了，不要这样子说，我们不同取向，对什么取向？三 C 取向，我没有那么硬体。然后我们打白天市场好不好？打白天市场。就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种三 C 类型的直播的一起在看苹果直播。你看很多手机壳或膜的厂商在赞助或植入，其实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现象。然后昨天我看到我有跟那个大号聊了一下，他说之前其实在做直播的时候，如果你有厂商赞助，然后现场卖。最以前的记录了，他说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好，以前可能几代之前，同时间直播可以到几十万到上百万哦，一档就可以做。然后如果那天如果直播的节目如果分论的话是猜的话，可能是可以超20-30%以上哦。所以你光看他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开苹果直播，不是为了跟粉丝互动，是光这一档是非常赚钱啊。不过我有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有点忘记那一档是谁了，但这一次。因为他用了大量的苹果自己直播的画面，对，然后就被挡了，对，被挡了，被 YouTube 挡了。哇，因为 YouTube 的现在新政策好像是会去挡，就是说你用了一个太大比例的其他人的直播的画面，他就会挡你。有可能，因为他自动的吧？其实有可能，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但是在 YouTube 上，我说如果做 F1 或者什么其他，他也会挡这种东西啊，就是赛车的也会检举啊、直播档啊等等的，正常的内容审查吧。正常的，OK。对，本来一般直播你就是不能直接转播别人的，虽然这个是特别的发表会或是商业，他可能没有特别排除。对，哎、所以我们昨天其实苹果发还有在讲 ESG。啊，对，有一大段是讲 ESG 、啊。那真的是消费者，我不知道啊。但如果我是过分的话，我真的是快转哎、欸。也不能这么说啦。哦，原来如此，难怪我不是果粉。也不，其实我觉得我以果粉之心度果粉之腹。啊，简单来讲，就是苹果要是强调他们在绿色环保上面所做的努力啊，我都没看，你看我都没看，我全部都知道，我都可以。对，但是反正就是说他们做到碳中和。但是意思说，他们连生产整个过程都要求了碳中和吧？嗯，没错，他完全碳中和的产品现在是 Apple Watch， Watch 就是昨天， oh, 昨天其实是对，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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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为什么会强调这件事？其实是为了最新的，那我们刚刚也没讲到，顺便可以讲，对，我们一起讲 Apple Watch 9的，因为 Apple Watch 9是苹果史上第一个，真的从设计，然后对史上第一生产完全符合零那个碳中和的产品。就是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会再造成
排放二氧化碳，应该说应该说另外一方，应该是他是用赎罪券去把它抵掉。哎，应该可以这么说。哦，他去买，对，一定会，一定还是会制造碳嘛。但是他做了很多人，就比如说他去种树，因为所以昨天就有一个很尬的，那很尬的那个话题，就说什么 nature 自然之母，就是问你种了多少树，他说我们种森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巴拉圭种森林，对，种森林，然后就取消，就是他的种，就是他自己，比如说像种树啦，或者说注重环保的这些努力，然后跟他真的生产这些加起来加种起来，抵消是零。哦，这叫所以他的确比如说台湾不是一直在讲什么要买卖碳权吗？对对 对, 對，那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苹果说我要买赎罪券，赎罪券，那。我们要有券可以给他们，我们就可以卖给他们。就是说，我们有种在这个阿里山种了多少，在热带雨林种了多少，我们这个用了多少绿电，对对对，回收材料概念是这样子，没错。哦，而且因为回收材料的关系，所以他说他们配件现在就不用皮革了。对，他们有标榜那个这一次的 Apple Watch 的表带完全不用皮革。哦，我看他不是跟一堆这种大厂或是名牌合作。比如 Nike 啊，或者是这种比较奢华的品牌，什么 Coach 之类的，有那就完全没有皮的，完全就没皮了，没有，就是编织跟回收材料。哇哦，对 ，OK OK， 哇哦，那好，这次 Apple Watch 还有一个神奇的点啦，就是它有用新的晶片 S9 嘛，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我觉得已经蛮像魔术，就是不好意思，手机呢在这边，然后你手指这样子点两下，它就可以做动作，就比如说手机那一个。就有电话来，然后你从看到 Apple Watch 可以这样点两点点两下，然后就可以接电话了。欸，可是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讨论说，这个功能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只是没有打开而已。没有，哦，我不确定啊。我刚刚只是瞄到一眼，有人这样子讲，他说哦，以前有 support， 只是没有 demo 这么明显。这是大家在 figure out 的。你说手势动作，手势动作，那我的手表也有啊，但我不是 Apple Watch。所以我不知道那可能去标榜的是它的更精密，因为它是那个之前是可能手指互动，然后它用的技术可能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它是用动作那个感测，但这一次是这样，它用的是说它有讲说可以细部的侦测手部的细微动作，然后还有甚至是你手的血液的变化已经听起来很夸张，玄学，对，手艺，你要怀疑了，是不是？不是，要怀疑了。我是想知道，真正的果粉在看发表会的时候，会有几个瞬间觉得干呼啸？我觉得不会呼啸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没有哎，没有，我认真在想，相信是不是？应该会有几个 moment 觉得这夸张了吧？然后自己去看一下资料，就觉得真的是蛮夸张的。因为苹果应该很容易被告，所以如果你讲的太夸张，或者是无法知没有基础，我没有说谎，但是这个也不是他讲的那样的感觉。哦，话术，就是，我可没有说谎啊。没有，一般而言，我相信他们应该不敢。太夸大性，一定会有一个圆论的方式可以解释，才会出来。因为他毕竟是在看的时候，还是因为我半夜起来写文，所以心情比较不好。我觉得不要这个样子吧。我在那边看一边想说，不就很了不起？你还是露出你安卓仔的本性。是啊，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好那个惊讶的事情，然后每个人都会。就很像看日本综艺节目。没有，我觉得第一次这种东西都是第一次看，你觉得很神奇。因为之前看苹果都是这样，哦，但是你只要习惯，就觉得还好。真的，你用的习惯觉得苹果不要跟我怎么样，我只是那个所以血糖过低。Watch iPhone 没了。有一个小小更新，然后发表会没有特别说，就是 Apple 那个 AirPods。也改成 USB，USB-C 的充电规格，就这样。对，好，太好了！苹果，我们花了大概20分钟，竟然只有20分钟。对，我也发现，但因为我们竟然我们可以只用了20分钟，因为实际上如果你摊开来讲，内容蛮多，你可以快转，我觉得还有几个特殊的功能啊。昨天大家是说什么很有感？可以快速找到你的朋友哦，快速找到朋友，因为你的 Find My 那个 App 功能，
就是以前是可以，其实你也可以找到其他人，就是如果信任你好友的地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是直接用那个 AR Ultra Wideband 的技术，等于说就是一个近距离感应啊，就是找你的耳机，找你的手表那个。然后现在是可以找你朋友的 iPhone。哇哦，那所以就会在某个地方，你就不用瞧半天了，你就说就像 AirDrop 的那种感觉，那只是说现在是用手机的互联，然后我可以在很复杂的一个很嘈杂，比如说那个在影片 demo 就是在市集嘛，或者说在演唱会，那直接这样子找就可以找到了。所以要有一个人要定住不动吧？对，其中有一个人不要动，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去找他，这样去找他。哇哦，理论上应该是会比较精准啦。但实际用起来是大家去体验一下。那个朋友可以用 iPhone 互相交换名片的那个呢？他有再讲一次啊？他有再讲一次哦，有再讲一次。但感觉没有很就是实用。为什么？没有，我很期待。你看到有人用吗？他已经 update 了吗？他没有大规模部署。对，没有，还没，还没啦，还没啦，哦、还没。我如果我就真的会用就是哦，真的哦，这个老人家，那我铁定是不会用的，谢谢。因为你是安卓在以前这件事情最大的困难点在什么？就是说这个要讲古，以前我们在用那个 PDA 啊 ，PDA 它是有两只这个 PDA， 然后两个就是用红外线。互相我们叫交尾，就是红外线互相传输怪兽对打击名片资料。然后你在想说哇，以前二十年前就哇这件事好潮哦，然后就发觉没有什么人有这个 device， 没有用。那现在终于这个苹果它的这个市占率高达了50%的吧，我想，所以终于有机会就是啊，大家手机拿起来就可以互相交换数位名片、联络人资讯。那你觉得可能会 work 吧？那你手机都拿出来，怎么不加个 Facebook 呢？或是 Line？反正现在大家我觉得是加 Line， 我觉得其实你加联络方式其实还是比较私人嘛，比较传统一点点。比如说你就像交换名片，它是一个仪式嘛。但的确啦，我们现在交换的确，你交换名片之后，你就会说啊，那加个 Line、IG 之类的。那如果联络人里面应该也可以有 IG 的账号之类的。可以是可以的，不过名片的资讯，那它还是一个比较正式啊。起码我们收到名片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极端就是你如果拿纸本名片出来，的确就是个仪式感，或者是说我拿封信也是啊，我就拿不是啊，但我就没有仪式感啊。你是说翻纸本书也是一个仪式感？我觉得这当然不是绝对啦，但是你说真的拿一个名片出来，那我们现在在商业场合，你看收到一个名片，你起码可以看到对方的。一眼就可以看到对方的公司，然后抬头，然后就知道他做什么。但是你交换 LINE， 就比如说我现在 LINE 我都还是用我的自己用中老牛，这个是谁看到谁会看到这三个字会影响，会联想到我在英赛工作。但是有这种用处吗？对、啊，就看你要拿来做什么用吧。就是之后如果真的还要有联络或是还要有合作的话，那就是加。其他的社群或是通讯软体联络方式其实比较实用。那、你没有想要再跟这个人有什么往来，就当做工作上好像碰过的人，那你就拿他的名片。那你拿这个名片档，我不知道，因为你还是想要说你实际上比如我桌上一大堆名片，我还是希望他是数位化给我。他不是。好，没关系，都不关安卓在事。现在用自暴自弃，全能名片扫描王。自暴自弃中。好，还有什么 feature？ 不纠结，我们再往下。不纠结了，不纠结了。那个网友说，公司联络方式跟私人的要分开。哦，安卓可以哦，你知道吗？哇！我的 app 都装两个以上，同个 app。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还有什么？对，所以还有什么 feature？ 哦，还有一个，那个大家觉得小小但很期待，就是 iOS 算是 iOS 7的 standby 待机功能，就是它苹果会出一个架子，然后你在上面它就可以当时钟用。时钟。写出来了一个很烂的，就因为它的 always on display， 它用了 OLED 之后，它就开始尝试做 always on， 就是等于说你的。显示萤幕可以一直打开，所以叫做 OS on。其实这个其他厂很久以前就做了，硬要讲一下啊。反正他就是要想说，既然我用 OLED， 我就要用 OS on， 因为显示 OLED 的那个寿命跟省电嘛，因为全黑就是黑。然后他就想一些应用，就这样，印象的感觉。
那你就可以当这大概是这大概是昨天最最不能说臭了，这算是最急了，但是意外也蛮多，有的人在期待的一个功能。哦，真的哦，酷哦。OK， 好，苹果的 part 就这样了，先到这边。对，耶，对对。22号正式发售。OK， 22号，九月台湾时间也是9月22号正式发售。现在15号可以预购吗？各三大电信都已经有丢出自己的预购方案了。中华最极端一点，它只开放2个小时。哇，对，那其他都是哎，随便你来登记啊。然后比如说像台科大，就是送你一堆摸币之类的。嗯，对，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因为我们也没有比。哦，我有比啦，我也不会买，我有比啦。所以哪一家你觉得最好？啊，对啊，我没有自录，我没有自录，没有自录，没有自录。我觉得，我觉得 Momo 的看起来很豪华。其实台哥大，那对，就是台哥大跟远传都蛮豪华的。那但是那远传它的东西比较多的是用抽的。哦，但是 Momo 的那个台哥大就是直接给 Mobi， 他现在就想办法把你替好的人就可以去抽抽看。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完全要把你绑进那个 Momo 里面。对，像的生态。我现在手机就是用最近2-3个月前换成台哥大的，他就是给你一堆 Mobi 哦，然后等于是分每个月给你，所以你每个月上去，就是去用，那你当然一定都会多买嘛，啊，你就会被绑进去这个圈圈里面。对，蛮厉害的，蛮厉害的，蛮厉害的一招。好，那 iPhone 是这样，除了 iPhone 本周除了这个发表会这个新闻之外，上周还有一个新闻是 iPhone 在中国的这种公务机关，还有这种像党的相关机关，或者是甚至国有企业，他们都说有收到一些风声说不能使用 iPhone 跟特斯拉。啊，特斯拉这个事情比较早，我记得是去年，我有点忘记详细，但特斯拉这件事蛮早，大概去年还前年就已经有说，特别不能让他们进去，对，让特斯拉开进公务机关。因为最近又提起来，是因为他们是真的有派出所，然后有公文写说，哦，我们经调查发现，这个贵单位存在外资特斯拉智能电动汽车出入，依照什么规定，我们要这个要整治一下。所以才又把这件事情浮出来了，拉出来。那之前还有看到就是有新闻讲说，在我忘记是哪一个省的，反正他们就有交通警察就把特斯拉拦下来，说你不可以走这一段，你要走下面那一段，就是特别针对特斯拉，原因不明。有人说是特斯拉的车主去超车了一些领导的车子，所以不爽，震惊啊，就是哦，原来有这种理由。那反正现在某种程度上，特斯拉可能在中国大陆的境内是有被歧视，那包含了苹果也是，那我们都可以理解这原因啊，就是美国其实也这样子干嘛，他说你们不能用 TikTok 华为手机，不能用华为手机，不能用 TikTok。对，那相对应的中国就也说我们有反制手段，有反制手段。那有人去算嘛，就是说这个党员加国有事业加这个公务人员加一加，可能重复了扣一扣，哎，有1亿人。哇，那一人不用 iPhone， 那是不是会对苹果造成影响？这个不得而知。第一步的影响就是股价跌1/13嘛，对吧。但也有人讲说，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我觉得你，既然都这么管了，而且我觉得特斯拉那件事，特斯拉那件事情，我觉得影响可能，因为我觉得都很大，但是听得起来，它会一定会发生排挤效应。如果它能走的，它的路，如果真的实际上可以走的路，路权这件事跟其他的电动车有差的话，那可能还没有到，可能只有这可能是偶发事件，啊，还没有到全面的状况。要不然 Elon Musk 可能就会先跳脚起来。我们讲 Elon Musk， 很能接哇！我们接下来就讲 Elon Musk 传马伊琍，因为马伊琍传，我们要解释一下马伊琍吗？好，你解释。马伊琍就是在台湾有登记的一个名字，不是啊？是吗？早年啊，其实不是现在特斯拉这家公司，更早以前，可能是10年前还是15年前，特斯拉可能当初是为了来这边设厂，或者是，跟那些供应链，跟那些供应链打关系的时候，那时候设了一个特斯拉公司，嗯，然后那个公司现在已经停业了，嗯，但是那个停业的公司上面的。登记的负责人是写马伊琍，也就是 Elon Musk，所以我们讲 Elon Musk 的中文名，马伊琍实际上是
已经这叫官方使用名称啊，没错。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去查现在的特斯拉的汽车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就不是马里昂，也不是，所以你要去找另外一家已经停业的特斯拉公司，但那一个人就是伊隆马斯克。一开始登记的时候是写马伊朗，对，叫马伊朗。那马伊朗传是在这个9月12号全球发行。包含了英文版跟简体中文版，但繁体中文版是台湾是天下出的，但是我不知道原因。好，你说什么？大概27号才会正式发售，所以两个礼拜之后啊。对对 对, 對。哦，这个真有趣。那反正就是如果你现在要买英文版的，你到这个 Kindle 上面，或者是你在中国网站上就可以看到买得到。那台湾定价是1080，蛮厚的一本啊，蛮大一本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但是搭配着马伊朗传的推出，所以不管是什么什么 Times 啊，或者是之前New York Times 之类的，都有刊载一些书里面有关的内容。对，New Yorker 上面也有。那就是在讲比如说最近最受争议的一件事情是星链 Starlink，那 Starlink 是等于是就是SpaceX 他们过去呢，就是往天空砸了一堆小小的卫星。那小小的卫星可以想象，它每一个都有通信的功能。那你如果在地面上有架了一个自有的一个站，你就可以收到这个网络的讯号。这个是应该它应该是全世界现在使用率最广泛的这一种卫星宽频服务。对，那台湾那他就在叙述这件事情，就是在书里面有叙述星链这件事情。他那个时候乌克兰啊，因为跟俄罗斯打仗，那打仗的时候就网络都断了嘛。那这个时候乌克兰人就集思广益，想，结果就去求救了马伊朗。那马伊朗也说好，就给你啊，所以。他们就等于是乌克兰军都有用了星链的系统。那所以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前线的通讯都是靠着星链的基地台来做通讯。所以对他们的军队其实是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那可是呢中间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忘记是要打哪里，应该是乌克兰要反攻这个克里米亚下面的那一区的时候，对对对对对，那他就这个马伊朗把星链就给中断了。对，那就说哎，我画了一条线，这个乌克兰军过了这条线就没有卫星支援了，没有网络可以用，就没有网络可以用了。哇，那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乌克兰的混乱，就是我们无法没有忽然间没有网络，忽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这个时候这时候显现的一件事情就是 Elon Musk 有这个能力去左右乌克兰的战局。那他也但更引人争议的是，他在 Twitter 上说哦，我觉得应该你们就谈个和平协议吧，就跟普丁谈这个和平协议，然后就是你们就是割让这个乌东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困扰，就是美国的五角大厦的人就说：“哇，为什么我要打？那时候最初是为什么我要打电话给 Elon Musk？ 结果发觉哦，这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进展。那这个时候就影响非常的大嘛。那现在回头来看，那中间一度就是星链也是烧了非常多的钱，就是烧马伊朗的钱，那免费提供嘛，那这很烧钱。那一度就是说要中断的。”那要付钱，那这个时候，过去这种国防的预算都是要经过层层的采购啊，什么什么这种波音啊，什么各式各样的什么雷神之类，你都是要经过合法的发包承诺。结果没想到这个国防部官员必须得去说，你不要关，那我们来弄个合约，然后我们继续续约，在今年上半年就是续约了，就是可能美国国防部会出部分的钱。来做这个星链维持的费用，所以现在还是正常的运作。但不论如何，现在就是有一派的看法，就是我看了今天早上 Mueller 的 Twitter 是说，有参议员就是因为看了这一部分星链，说哦，这个你干涉了美国的国防外交，那要进行对 Elon Musk 进行调查，呼吁啦，但没有真的进行调查。
所以这代表了一个私人企业在美国的国防上面造成的国防军事上面造成的极大的影响，这是在马伊琍传里面所提到的。 对， 对， 对，我觉得可以稍微延伸一下，就是那个也因为其实台湾政府特别是就是唐凤部、对，唐凤部那唐凤的所在的书发部，那当初也是有，因为当初也是为了因应说如果台湾万一陷入战争或者说重大灾难的时候，他也希望有这种卫星宽频做 backup， 但也因为看到那个乌俄战争里面星链，其实那星链因为马斯克一个人他就可以片面改变可以片面改变服务，那他觉得蛮不妥的，所以他现在在决定合作的卫星业者反而是英国的 OneWeb， 就没有就就是就不选星链，就不选星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嘛，就是他那个 New York New Yorker 里面那一篇报道就讲说，那时候在谈判的时候 ，Elon Musk 说他打开了这个他的笔电、然后就看到哦，权限长什么样子哦，这是我可以这样想象得到嘛，就是。我如果是乌克兰的前线部队、然后我前线部队人手一根这个星链的基地台，然后我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防线长怎么样子，所以我就知道现在哦我知道乌军推到哪里了、那所以这个其实他拥有的的能力，就像我们好像在打即时战即时战争的游戏，然后说我知道防线在哪里了。这 God Mode 哦，一个私人企业老板，可能甚至都那知道这个资讯，都可能都比国防部官员还早。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造成美国现在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刚拉回来，刚刚讲说台湾的这一块，就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台湾希望能够有这家公司的在他希望。这个卫星公司能够在我忘记这叙述是正确，但是我记得是希望能够在台湾的有合资公司、然后这家合资公司最好是可能我们能够占一半以上、但是好像Elon Musk 不愿意，对，所以星链这个我们也没办法让他来台湾做这件事情，但我有看到报道说日本的军方在考虑使用星链 对， 对，所以这个是新的部分。网友下班后提督补充，国防部直接跟他签约，但是不止乌克兰，理论上全球美军都可以用。哇哇！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喜获大单。所以没有，这还是一样嘛。New Yorker 那一篇其实就是在讲说，其实美国那边有点担心，就是 Elon Musk 在所有的方面都影响美国。巨大，因为第一个是刚刚讲星链，这影响了美国的军事，那如果今天讲到说自动驾驶，它影响了这种美国的法规，因为它拥有的车队其实是现在最巨大的，再来是火箭，尤其它把这个其他人都打趴了嘛，那它每个它的固定的航班可能有几百个航次，所以也是现在这个运筹量最大的，它的话语权最大，这个也掌握了。航空哇，那还有 AI， 接下来要搞 AI，那 AI 他现在斗酒现在搞的这个如火如荼的，所以有一种说法是美国的政府也担心这个人这个富翁这一个 Elon Musk， 他徒手就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别忘了那个 X， 那现在前身的 Twitter 现在叫 X， 他还想要掌握美国的金融。对，他现在还要做这个微信嘛，对，要做美国版微信嘛，对，那你看哦，这个讯息流就是 Twitter 影响资讯所有这些刚刚讲这些所有东西，物流人流还有能源哦，还有太阳能啊，这个人把所有东西弄翻了，基建大师，对对，所以这个是在New Yorker 在讨论。就是说，美国是很担心，开始担心这个人的所有事情，权力太大了。对对对，还有这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 New Yorker 那一篇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他其实刚我们讲的不只是星链，刚刚讲说火箭啊，这无人自动驾驶啊，所造成在美国的政府方面的影响，他每一个都有提到。我觉得那篇很好，但这篇也有可能其实在马伊琍传了。所以其实也许在
最完整的其实是应该是看就是 Elon Musk 的传，这一本传记，买一下1080p 的。然后这一本传记其实也有讲了一些其他他这马斯克在未来的规划。哦，那对，那就比如说这特别在电动车这领域这一边，就一直有在讲说，那一直有在暴露一些下一代那个特斯拉电动车的细节，包括就是之前传闻的25,000美元的电动车。嗯嗯，然后低阶款，对对，入门款，入门款。那还有甚至就是马斯克还有一个更大的野望，就是Fast 刚刚有讲到的所谓的自动驾驶机器人计程车车队，Robotaxi。那在这本书都有比较详尽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八卦部分了，就比如说他有那这本书有讲到为什么他会跟比尔盖茨交恶。哦，对，而且这个你知道吗？有，里面有说，就是当初其实比尔盖茨就跟马伊朗那个跟马斯克有那有邀约他来好几次，就是他来投邀马斯克来投资比尔盖茨的一些的环保的基金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那比尔盖茨现在在退休之后，那就一直非常致力于环保，然后各种资金，然后他们聊一聊，马斯克就对突然就对。那比尔盖茨说一句话，你为什么要那个卖空我的特斯拉？哦，对，因为他书中其实有一点有讲，这个之前就有讲过，对，就有一个很深刻的说，其实马斯克非常讨厌卖空特斯拉的人，非常讨厌的放空，非常讨厌放空那的人。然后盖茨就说，这应该不跟今天我们讨论的事情不对，不对，你要支持今天的清洁能源的话，你就直接买我特斯拉股票就好。好鲁小哦，对，就是这么鲁小。他就是一个蛮狂的。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篇也提到了类似的状况，就是他在讲他沉迷于有一个游戏叫Poly Topia 之类的一个策略游戏，他长得像文明帝国的游戏，但是手游版。看起来比较简化一点点，我没玩过。但是他说马伊琍在某一阵子2021的时候蛮沉迷于这个游戏，然后会怂恿他身边的所有朋友同事都进来玩，包含他几个有一个帮他生的这个两个小孩的一个女朋友高管啊，然后甚至就是他说跟其中一任妻子吵架，就是他妻子在背后在游戏里面捅他一刀，他非常的生气，他好像不知道什么对他施展了一个什么火球术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攻击他，攻击了我的村庄，攻击我的村庄，他就觉得很不爽，你背叛了我。然后马伊琍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生气，非常在意。然后所以他对于这种游戏啊这种小事，其实他非常的认真，然后那种好强的个性，就是完全在书中里面就有体现。然后中间也讲嘛，他说他。为什么买 Twitter 呢？因为他用当 Twitter 用户当了很久了，然后觉得 Twitter 做得很烂，然后我手上刚好有他那个时候有100亿，我忘记是美金，应该是美金，100亿美金的现金，觉得哦这笔钱我不用，我心里太痒了，所以要找事，要找事做，那找事做他就买了 Twitter，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你已经搞了这么多事了，已经这么忙了，你还要再搞 Twitter 吗？”然后他就说：“对，我可以。”然后说：“哎，你当年睡工厂，很特斯拉工厂，然后那个噩梦，你要睡个几年，然后这种事情，你还愿意再来一次吗？”说：“我愿意。”哇，这个人真的是狂，然后还狂，然后可以打电动、打法环哦，还可以交 N 个女朋友，然后还可以管工厂。哇，这个人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他现在只差没有打败祖克伯了拳击赛，人家没有要跟他打，就是。”嘴炮模的，一直闹一直闹。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马斯克是嘴炮派。对，哇，这个是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个。我觉得 Elon Musk 传应该会真的是蛮精彩的，因为这个人还活着，而且运气好，应该还可以活个20-30年吧，运气好。他现在50几岁，快60岁，对，应该还行。已经50岁，对，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蛮棒的故事啦，因为会影响我们未来。至少10年、20年的人，对。好，那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抉择点，就是我们要讲一下抽奖跟一些零碎的事情，然后去吃拉面，还是我们现在要继续讲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 了，我们已经超时了，超一个小时了。那就这样子，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奖品啊，抽奖品啊，抽奖品，抽奖，对不对？我们讲一下奖品了，对。OK， 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本集一样有抽奖的活动。哇！Chris 先生呢，参加了德国慕尼黑车展，啊，是的，那他带回来一个纪念品，带了一个小礼物给大家，是宾士的 G Class 的小模型。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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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如果大家有摄影机，可以如果有看影片的话，是可以看到是一台他的 G 系列了，对对 G 系列啊，这是什么米白色、米色、米色的、米色的 G 系列，那大家也可以。总之这就官方出品的模型。的模型啊，那欢迎大家今天开始留言，这个慕尼黑。要吗？要慕尼黑。我觉得不是马伊朗吗？我觉得马伊朗。你要马伊朗，好，那马伊朗，好，马伊朗，马伊朗，马伊朗，我们马伊朗然后送宾士，你洗涤。也不给面子。你这是，我不知道是宾士会生气还是马伊朗要生气。不会吧，这我自己，而且这是我自己买的。自己买，哦，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可以。好，真的。对啊。那就是马伊朗，哦，这个 Chris 买的这个小礼物啊。好，那大家就留言这个马伊琅，然后我们就会抽。伊就是友谊的伊，琅就是牛郎的郎。对，还有我要广播一下，抽中拉斯维加斯大礼包的朋友，请来认领杨立奇先生，应该吧？应该是先生吧？杨立奇朋友，杨立奇朋友，抽中拉斯维加斯大礼包的，请到飞速私讯英赛的网络趋势观察，因为我没有你的联络方式，请来认领，不然我们要重抽了，谢谢。那抽奖的事情就到这里。好，好，那我们顺便还是工商一下，就是我们9月15号，就是剩两天了。如果大家有听到的话，我们有个 Inside Possible 的活动，那这一次是 AI 与游戏，那我们有找到了大宇资讯、宇君奥丁等等一些知名的，而且我们有加码。就大宇啊，哦，对对对，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说过 Inside Possible 的事情，在9月15号会举办，但是我们会说有个神秘嘉宾，那就是大宇资讯，就是制作人，对 对, 对，那我们就会有四位讲者，那会用不同面向来看 AI 与游戏制作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会非常棒，对，非常精彩，非常划算，又有啤酒又有零食，对，啊，也可以来找 Fox 聊天，欢迎，应该会出现，欢迎。然后对，好，那 anyway， 反正每周三中午12点半，我们都会在这边跟大家直播这个礼拜的科技新闻，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小铃铛，谢谢。我看到有人在聊天室留马伊琅，不是在聊天室，是我等下结束直播以后他会留档，然后你们在影片在板头聊天，不是直播，因为这个直播的聊天室。不会留起来，捞不到，对，好，所以大家要去影片底下。那也有人反映影片直播结束的存档影片找不到，我现在已经把它放在 Inside 的频道首页了，所以大家可以往下撸就会看到了。好的，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拜拜，拜拜，耶，哇，一个小时，赞。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
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喜欢本。